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珊珊翡翠。牛年即将要过去，我们终于是抓住牛尾巴，帮直播间一位远在澳洲的大哥把他的牛年本命佛做出来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制作全过程。虚空藏菩萨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，在众多菩萨中专主智慧、功德和财富，因其智慧、功德、财富如虚空一样广阔无边，并能如愿满足世人的需求，使众生获得无穷利益，故有此名。通常虚空菩萨顶戴五佛冠，右手曲臂持宝慧剑，坐于莲花之上。这次应大哥的要求，还加上了一条龙，做成玉龙虚空藏菩萨。也祝愿大哥新的一年乘风破浪，玉龙而上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精品翡翠。